大家好，我是堪丽君。唐诗是最美好的文字，等我们一起读唐诗。今日我们分享一首悬挂在唐朝宰相政事堂上的诗歌，词《不顾山下》。客路青山外，行舟绿水前。潮平两岸阔，风静一帆远。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。向树何处达，归雁洛阳边。这首诗的作者王湾，生卒年不详，他是河南洛阳人，约712年进士及第，作为开元初年的北方诗人。王湾往来于吴楚间，为江南清丽的山水所倾倒，他受到了当时吴中诗人清秀诗风的影响，写下了一些歌咏江南山水的作品，《词不顾山下》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篇。其中《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》的两句得到了当时的宰相张悦的极度赞赏，并亲自书写悬挂在宰相政事堂上，让文人学士作为学习的典范。由此，这两句诗入面表现的那种壮阔高朗的景象，就对盛唐诗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直到唐末诗人郑谷都还说，何如海日生残夜，一句能令万古传。不顾山是现在江苏镇江市以北，次即是停泊的意思。诗人一路行来，来到了不顾山下的时候，潮平岸阔，残夜归雁，触发了心中情思，任成了这篇千古名篇。客路青山外，行舟绿水前。客行呢，在绿色苍翠的青山前，泛舟于微波荡漾绿水间。客路指作者要去的路，青山点题中不顾山，先写客路，而后写行舟，其人在江南神驰故里的漂泊羁旅之情，已流露在字里行间。潮平两岸阔，风静一帆远。春潮涌涨，江水浩渺，放眼望去，江面好似同岸平咗一样，船上人嘅视野亦都因而开阔。呢一句写得恢宏阔大，下一句风静一帆远就越见精彩。可以设想，如果喺曲曲折折嘅小河入面行船，咁样嘅景致难得出现。如果在三峡行船，一定会波翻浪涌，更是难得出现。只有诗人此时此地经历的此景，才是如此的平野开阔，大江直流，风平浪静。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。残夜仲未消退，一轮红日已经从海上升起，旧年尚未逝去，江上已晴露春意。日生残夜，春入旧年，都表示时序的交替。
而且是匆匆不可待的状态，这样又怎会不令身在客路的诗人顿生思乡之情呢？妙在作者无意说理，但就在描写景物节令之中蕴含着一种自然的理趣，不仅写景逼真，叙事确切，而且表现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真理，给人一种乐观积极向上的艺术鼓舞力量。向树何处达，归雁洛阳边，我的家书应该送去什么地方呢？北去的归雁啊，请帮我带去洛阳，我的家乡啦。诗人归心似箭，正好一群北归的大雁掠过了晴空，于是就想起燕竹传书的故事，于是就请求大雁帮手带个信，麻烦你们飞过洛阳的时候帮我同家人说我正在回家的路上，过年一定可以回来。我们今天就讲过燕竹传书的故事。汉书《苏武传》记载，汉武帝的时候，苏武奉命出使匈奴，当时汉朝和匈奴的关系不和，匈奴以为汉朝软弱可欺，就借故将苏武等人扣留了下来。他们对苏武软硬兼施，都没办法令到苏武屈服，于是就叫苏武去更边缘的北海去放羊。孤苦伶仃的苏武生活艰辛，但他心念大汉，坚贞不屈，熬过了十几年。汉昭帝即位后，对匈奴实行了和亲政策，双方的关系开始缓和了。汉昭帝要求匈奴放回苏武等人，但匈奴就谎称苏武已经死了。有一次，汉朝使者来到匈奴，苏武的一个随从告诉他听，苏武并没有死，而且日夜思念汉朝，希望在有生之年翻翻汉朝。汉使知道真相之后，决心要俾苏武回国。他对匈奴单于说，大汉天子打猎的时候射到一只大雁，大雁的脚上面绑住了一封信，信上面说苏武现在还在你们那里放紧羊，请你俾他同我一起回朝好不好啊？单于听了只好放苏武回汉。从此燕竹传书被传为一段佳话。客路青山外，行舟绿水前，潮平两岸阔，风静一帆远，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，向树何处达，归雁洛阳边。